哎，德胜，你还真准备在我这儿熬一天啊？你呀，就不是坐办公室的料。哎，你们尖刀队不是有任务吗？你去忙你的吧。嗯，我在这是闷得慌。可是我前脚一走，你后脚就给我搞危机。你以为我不知道啊，哥？我跟你说啊，鹰眼的子弹那可不是纸糊的。 担心我啊？担心我，你就去把鹰眼给我抓回来。哎，别整天跟老母鸡护小鸡似的，这治标不治本，知不知道？我管治哪了？我是你讲的有道理，有道理就去执行，别嘴上听令，腿上不执行。讲道理我讲不过你，是你讲的有道理，但你有道理那我也不听。谁叫我是你弟弟呢？我就不听。 我就收着你，我就收着你。交给你个任务。好。啥任务？我不知道你是想赶我走。任务？你总不能整天的什么事儿都不做吧？我这就是在执行警备任务。这么多警备就差你一个啊！啊，去。帮我跟老莫转达个事情。叫我去找老莫啊？ 啊！不去，不去，这坚决不去，找老莫去。拿过来，拿过来。知道吗？ 这是关于调兵力修缮的事情，你去跟他一说，他心里比谁都清楚。快去快回！啊，不是我说了这个事儿，我不管这事儿，也不归我管。行，跟你讲，我跟你说，你给小花打个电话，他去就行。那别人要能说动的话，我还请你这尊大佛？我可告诉你啊，现在事情已经迫在眉睫了，三番五次的老莫都给我推回来了，你要不帮我把他摆平了的话。 那我今后的工作可就没法做了。那我不在这，我不来，你别管工作，我就不去。哎呀，哥，去不去？报告，进来，莫连长。 有您的信，打开。马便衣，连长，您要出去？我有要事，您别跟着啊。哦。 学五个字，十天学多少？50。带着大家好好学习啊！见面我怎么说呢？我老莫，你这有什么不礼貌的？ 老莫同志，替你帮个忙，这抬举他吗？老莫，那个给我派点兵，肯定跟我急着，这队长，队长。
老莫和莫经理是谁？好像是鹰眼。王正的脑巢，这个鸟是吗？对，这学习发报也挺困难。哎呀，不难。到时候我慢慢讲。哎，你们三个野鬼跑哪儿去了？这是。哎，我宣布啊！哎，我宣布，我们找到了老莫通敌的铁证。 夏江，夏江，夏江，这八字没一撇人家，你别跟人家胡说八道。什么？老莫通敌？哎，我没听错吧？你肯定没听错。一会儿啊，我把这个照片洗出来，你们大家都明白。起来，走，报告吧。啊，不是什么，老耿，咋回事啊？我说，这样啊，我今天一大早上看见老莫一个人鬼鬼祟祟出去。 我就悄悄跟在后面，结果经过我仔细的谨慎的观察，看见一个戴帽子的神秘人，他就是鹰眼。看见，行了，你瞎忙活半天说不到点上，其实就是我们发现老莫和鹰眼有接触。等等，老莫和鹰眼有接触？对呀，等了叛徒了。鹰眼发现了你们，然后就跑了？吓得跟过街耗子似的。 现在夏杰伦还有点太早啊，不过这种可能不能排除。老莫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。是，但如果老莫是内鬼，那他之前对咱做的所作所为全都说得通了，就是想阻挠咱纵容鹰眼。那要不然他手下那么多人会一点收获都没有？哎，这个听起来是有点道理啊。 莫，看不像吧？哎，这叫知人知面不知心。咱就拿老耿打比方吧，啊，表面上那是清心寡欲的，心里花着呢。再说你御驾大小姐，哎，天天的你看着人家就……哎，皮痒了，你三年不打，你上房揭瓦你？还给我！刘队长，哎，不好了，欧阳家里出事了。 什么事儿啊？我也不知道。欧阳夫人给我打了电话，说家里出事，让你赶快去一趟。出什么事你不知道？真不知道。你不知道你，等等我。鹰击唱孔，傲视群雄。 身手不错呀，一点动静都没有。哎，长官，我以前还真有点小瞧你。哎，长官，这次事儿是下属办事不力，还请长官多多原谅。哎，你都知道了？哎，是尖刀队从中作梗，指南针也很困扰啊。长官，这下面咱们该怎么办？ 哎呀，这个尖刀队的确是阴魂不散。哎，上峰给你回消息了没有？哦，我收到电报了，上峰说，紧缩行动，按院计划行动，咱们这边必须加快秦城的步伐。好了，知道了，我心里有数。长官，你看。 事情这么紧急，是不是也要下属参与进来啊？笑话，凭我的身手还轮得着你？你还是做好你的情报工作。哎，必须控制住那个指南针。现在是关键时刻，只要我们手上有这张王牌，就一定能找到刺杀的机会。想说明白。还有事吗？没了，没了。 回来了，快坐下。家里怎么了？快坐下。来来，坐下再说。出什么事了？啊？哎，我嫂子，婉秀姐在厨房呢。她说还叫你洗完的菜没有做好，她特意给你做呢。给我做菜。
家里不是出事了吗？没有，其实我和婉秀姐最近看到你们兄弟俩都挺忙的，想给你们改善改善，可是又怕你们不领情，所以就骗你们说家里有点急事儿。你看，你这不是乖乖的回来了吗？我聪明吧？聪明个屁！你知不知道我心里有多急？我一路怎么赶回来的？地都掉出来了，天都塌下来了，到头来什么事？就这点破事，不吃的怎么着？不吃的饿死吗？啊！添什么乱？知不知道我现在一屁股破事，你们还在添乱？你太过分了！不是，你说我，你等一下，说清楚是我过分还是你过分？怎么了？心眼就是太粗了，我知道你有你的难处，可是你一大老爷们，你怎么能这么厚星彩呢？哎，人星彩可是在你身上花了不少的心思。哦，原来他就是星彩啊！你把嘴闭上行不行啊？嫂子，我错了，刚才吧，我刚才。激动，因为我真不知道，我这满脑门子都是事儿啊！我这一下没转过来，蒙着了。你说你要谁不蒙啊？我急成那样赶过来，对吧？这样，改天我给星彩赔个礼、道个歉，我再给他鞠一个躬。这就对了。你说，我今天本来想跟你们俩做个媒人，你这么一闹，全泡汤了。是。不是你给我和你说给我和星彩做媒人啊？对呀。不是我跟开玩笑，别，咱不开玩笑，别逗我。谁逗你了？你生子不都同意了吗？我问过星彩了，人家特别中意你，而且我还给你们俩找人算了一卦，你们俩特别配。我上回什么时候我是开玩笑的，我上回我说过。婚姻大事哪能开玩笑啊！再说了，星彩这样好的姑娘啊，你是打着灯笼都难找的。你要是不珍惜，我可不答应。不行不行不行，那你这怎么行？我就受不了女人管，我就你问他，我就你别问我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我跟你哥商量过了，必须抓紧时间给你娶个媳妇儿。你也一把年纪了，你再不抓紧时间啊，这好姑娘全被人抢走了。是，是，嫂子，那个好姑娘还有，我实话招了吧，这个好姑娘就在眼前，我跟菊花好着呢，我俩都准备跟上级打报告，我俩一直没好说呢。老耿，你胡说什么你？嫂子，你可千万别让他瞎掰。是，他你干啥？有啥不好意思的？自己嫂子，对不对？嫂子，你看我们俩风风雨雨这么久了啊，我俩你看我俩手都在一起，是手牵那个心是连着的啊，你就那个啊那个成全我俩啊，别乱点那个鸳鸯谱。他生气，他真生气。老耿啊，老耿，你看看气，你吃错药了吧你？啊，你是发烧了你啊？啊，谁跟谁心连心呢？别盯他下班，别生气，你看现在气的，他是故意在气我。你故意气我，你别当嫂子面气气。谁气你呀？嫂，你就答应了吧。哎呦，我真是，哎呦，你真是老糊涂了我。哎呀，你看我在这儿乱点鸳鸯谱。哦，行行行，哎，只要你们俩中意，
什么都行。嫂子，谢谢嫂子，那你就跟那个星彩说一声啊，改天我跟他道歉。行行行，那我们就走了啊，你一定跟他说清楚啊。行，走。我不忙，我要跟嫂子说话。花走。你干什么？吃了饭再走。放手，吃了饭。和尚啊，你说你刚才为啥要说咱俩打报告了啊？你都看到了啊，这江湖救急，义气，刚才都亏了你，要不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要不嫂子是好心，心在咱是好意，我总不能伤了人家了吧，对不对？女人呐，她就是让人头疼。我就不是女人了啊！耿德生，我告诉你，你别欺人太甚。这种男人，你简直就是混蛋！哎呦，我混什么蛋？我混什么蛋？对不对？你记得你在船上说过吧？啊，说咱俩挺合适的啊，可以凑合凑合。我还给你唱了首歌。你现在至于这么大脾气吗？至于这么大脾气吗？是啊，我就是脾气大啊！你爱怎么笑话你就怎么笑话我吧。这不是笑话。我跟你说，我错了，行吗？江林发同志，我错了，不应拿你当挡箭牌。我耿德胜错，有罪，有罪，错，错。别跟我废话，闭嘴。照片洗好了，我们看看。就你和英岩打过交道。别这么想。这样，你们继续盯着老莫，我现在就去找我哥。哎，慢着，老耿，等等。那什么，顺便让你哥把你们老耿家要娶我的那个聘书给发了吧。事儿，那个，
提醒你一句，工作的时候咱能不能不开玩笑啊？你凭什么说我拼你？你疯了你啊？谁发疯了？都被你说呀，大老高。我什么时候说跟你，对吧？你那就是随便说说嘛，上次不是？随便说说就得算数。怎么，不敢打呀？我就知道他不打。你不就是看上人家余家大小姐了吗？哎呀，人家那长得标致，家境又好，我要是男人，我也抵挡不住。屁！娇滴滴的大小姐，你送给我，我就不要。我要她那样，我还不如娶你这样的呢。行，行了，省心，我就让你省心一回。咱俩现在就打报告。哎，你真给我较上劲了啊？怎么了？啊？你敢不敢打？你说。行，江九同志，我告诉你，从雪山到草地，我老耿就没败下过阵。不就娶媳妇打个报告吗？有什么不敢？要命吗？要命我都没怕过。我告诉你，我打我就打几十条，让所有的领导都知道，让所有的领导都批一遍。啊，雪兰，拿纸拿笔。哎，好嘞。我信了。哎，等等。真打呀？嗯，看到了吧？怂了。我跟你说，江继华同志，像你这样的人我见得多了，一来真的不行了啊。不过那个你要不敢嫁呢？你现在说还来得及，大不了就丢点面子，对不对？哎呀，行了，谁怂了？我告诉你，我江菊花这辈子就要定你了。许兰，准备笔和纸。好嘞。不是你等，怎么的？你又想怎么的？我准备什么？你真的？真的，敢不敢？真的。真的。不是我没见过你脸皮这么厚。嗯。那个啊，开始工作，我找我哥去。哼！哎，菊花，大喜啊！大喜啊，菊花妹子！废话，当然是大喜事儿了。这，哎，这老莫真的是内鬼？现在还是猜测。需要你帮忙调查，这怎么查呀？先查他最近的出入状况，最好把他的财产和家庭状况核实一下。如果老莫背叛组织，那他一定是被收买或者是被威胁的。其他的，我们剑道队都能办妥。好，我可以让小郝去办。哎，本来还想让老莫的警备连。把五次三番扰民这些幽兰山土匪给清剿了，看来又得缓缓了。嗯，先查清楚再说吧。哥，幽兰山土匪最近很猖獗啊。何止是猖獗呀，这劫物资、抢商旅，这整天的把我……你说你哥一个商人，现在把我……真希望上面的领导能早点下来啊，咱们兄弟也能好好的歇歇。是啊，哥，真是太辛苦了。哎呀，不过也值啊，哥，你知道吗？那乡亲们都在夸你。哎呀，你这弟弟脸上有光。那些都是虚的，你哥没别的想法。我就想咱们一家人能够安安稳稳地过上太平日子。是啊，我也在想，哥，我想等打完仗，全国解放了，我就回来陪你和嫂子一起过日子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你呀，也老大不小的了，赶紧找个媳妇。嗯，哥，其实我已经给上级打报告了。打报告了？啊，和江菊花。真的？啊，哎呀，那就说你跟江姑娘事情已经定下来了。哎，算是吧。还要等领导的意思。哎。
好，这患难见真情啊！哎，我可得谢你啊，任小香可是个好姑娘，以今后可要好好的待人家。我知道了，哥，你放心吧，太好了，那个我就走了，你要多提防着点老魔啊！哎，你们也是，如果他真和敌人穿一条裤子，那也很有可能迷惑和陷害你们。 我知道了，嗯，哎，哥，啊，你刚才说什么？哦，老莫和敌人穿一条裤子，不是，那个后面那一句，迷惑和陷害你们，就错吗？没错，哎，我明白了，哥，老莫的行为他明白了，哥，我明白了，走了。 说好了，走。日防夜防，家贼难防。说这姻缘怎么那么深呢？感情是老莫在控制。话也这么说，绝了。咱们现在毕竟还没有实打实的证据。这还不够清楚啊？这么怎么反倒这时候你就给老莫撑腰呢？我就不明白了。老莫这人呢，啊，讨厌那是真讨厌，但咱不能把屎盆子全扣在人头上，对不对？你记着，越是这时候啊，是非黑白的时候，你越要把你的小肚鸡肠给捋直了。姓哥，对，我去抓住他。我去，你警戒。
对，这个鸽子的主人肯定是那鬼。这内鬼肯定就是老莫，要不然你们说这择机再会是啥意思？啊，上次碰头黄了，再约一次，这不明摆着吗？肯定是老莫。胖子说的在理，这个时候给鹰眼发消息，说的又是这事儿，像是老莫做的，是不是老莫做的？ 可以让这个鸽子告诉我们。今天晚上啊，大家养足精神，明天一早我们就来个鸽子大追踪。 见面，对我们就没有好脸色。哎呀，原来是披了一层鬼皮。这种叛徒，竟占立刻拉出去枪毙！哎，咱们先别激动了，咱们呀听听队长的意见。队长，老耿，你还放什么男的？先下手为强，后下手遭殃。是，我是在想啊。 能不能顺藤摸瓜，接着老莫，然后把鹰眼也包圆了？你是说利用老莫引诱鹰眼？嘿，这主意不错呀！哎，快，具体怎么办呢？你急啥？我这不是在想吗？我这，我在想啊，敌人收买老莫，无非是想在他身上得到情报。 如果我的保护漏洞百出的话，那你们看，老莫会不会把这个情报告诉敌人，让敌人趁虚而入？可你的意思是，咱们设一个局，借着老莫，把鹰眼调出来。本来呢，这两天我想搞个演讲会，鼓舞下士气，但是我知道你不会同意，所以我就没说。但是眼下看来， 这倒是一个抓住鹰眼的契机。故意给鹰眼机会，会不会太危险了？哎哎哎，行，我看行，我当诱饵。啊？你当诱饵？嗯，老栓，你那个手艺丢没丢？就那个。 化妆术，啊，化什么妆？就我和我哥你，咱俩你看能不能画的像，给我俩画像一点，行不行？能不能画像？哎呀，从个头来看，差不多，但轮廓还是有些区别的。不是你别卖关子，行了，还不行你。要是近看的话呀，我是瞒不住。
远看差不多能混过去。你看，行行行，够了，远看能混过去就行了，光场那么大，我的看上去就那么多的人，行露着馅儿，不行，绝对不行。你别以为鹰眼那么糊涂，他为什么叫鹰眼呢？这事儿必须得我参加。哥，你是鹰眼的目标，不能让你冒这个险。你再说了，毛主有门，我们的行动好安排。你怎么安排呀？啊，是我帮不了你们什么忙，但我当个靶子总能胜任吧？这，哥，这能让你去做个靶子吗？你，那你我们建造队吃白饭呢，都是。那为什么要你？我不是碰你的枪子儿，我是想借你的威风除掉鹰眼。你小子一定要成鬼。说，把你的计划说说。说出来听听。对。小哥，我跟你说，我的点子不能见光，一见光不灵了，这是我多年的习惯。不，你问问他们，对，你问他。啊，对对对，他都是先把坏点子憋肚子里，等完事儿呢，再可劲儿的吹。没错没错，我相信老哥，老哥，我相信你。对呀，欧阳县长，这事儿你就交给我们监道队吧。哥，这是群众的意见啊，听到了吧？是是是，大伙儿的意见都没错。可这么重要的事情，是不是得商量商量啊？没得商量。哎，谁说是你弟弟呢？就没得商量。德胜，这是德胜也没用，你这没得商量。监刀队开会，监刀队以外的人不能列席，对吧？县长，这是我们历来的规矩，开会的时候不许有外人在。我们安排人您放心，全都能安排好，好吧？我您是外人，我是。这，就算近点，就算德胜，哎呦，就算你。